All right, fans, here we go with our next championship attraction, scheduled 12 rounds of boxing with a WBC Asia Council Continental Welterweight Championship. Introducing to you first, on my lef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the challenger, wearing black trunks with blue trim. He weighed in at 66.3 kilos. His record stands at 6 wins, 2 losses, 1 draw, with 4 wins coming by way of knockout. From Kunming, China, please welcome the challenger, Qin Huanyin Yang Xing Xing. And his opponent across the ring is the defending champion,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wearing yellow trunks with white and red trim. He weighed in at 66.6 kilos. His record stands at 75 wins, 2 losses, with 47 wins coming by way of knockout. From Thailand, please welcome the former 2-time world champion, Qin Huanyin Guanjun Sidimangko Singwancha. And our referee in charge of the bout, he'll be giving instructions, Malcolm Bulmer. 哇，英杰，这个金美兰农这个声音哈。 听起来那么的悦耳，对，非常的就像音乐一样。刚才他拿了话筒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他手上？哎，在这个镜头再看一眼，右手无名指上的这个大戒指，这就是世界拳击名人堂的那个纪念戒指。纪念戒指啊，所以他能够到这个我们中央电视台办这个拳击贺岁杯啊，能够做现场主持，足以说明我们这个贺岁杯的这个档次和影响力啊。 应该是我们今天的这场比赛，绝对是世界级的。Box， 好，来看一下两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杨欣欣呢，实际他和邱小军有几个方面比较有相似之处，他也是打过业余拳击比赛，获得过全国青少年的冠军啊，也有比啊，也有。 这两个人在身高臂展上应该说中国选手杨欣欣稍稍有一点优势，哇，相差这老将是真是凶悍啊！所以呢，这个中国选手啊，杨欣欣啊，也确实像肖应该像徐小军呢，通过移动啊，通过控制啊，不能跟臂展这么硬开，对方拳相当的重。你刚刚介绍说，2013年一年时间肖邦差打6场比赛，所以一个36岁的选手来讲。 一年打6场职业比赛，这个确实这个密度太大了。最少打了6回合，最少打1回合，都是2回合、3回合，所以他技术也好啊。刚才那拳杨欣欣，我觉得好像打的有点啊，有点打了之后有点晃，对，这后有点晃，他的拳呢是大力沉呢，鼻子应该是已经出血了，对，还得移动，哎，拉开距离啊，拉开距离控制一下。 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这么硬碰硬的打，可是正中对方下怀。对。哇，哎呀，虽然自己也给到对手一拳，但是对方的拳更重。这第一回合，杨欣欣吃到了这么大的苦头。其实从这个。 比赛经验，包括战绩，要超过这个中国选手。哇！哎呀，要这么大的话，这杨欣欣恐怕撑不过3个回合。对对。当然，这时候关键是就是说我们强调的战术上要做出改变。对对。你现在必须要拉开距离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嗯。
这个星光三这个打了七十多场比赛，只有两次被击倒过，但是起来了。还不是他输的那两次，还不是输的两次，对，输两次。非常非常的强悍的。Seconds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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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 来看一下第二回合。第一回合对于杨星星来讲，真是很艰难的一回合。艰难，艰难，艰难。这一击左手摆拳，哎，你看他这时候脚下的移动，对，变得就灵活多了，必须的，哎，要走起来。这新闻菜，你看他这个肩架，肩架端着肩，为什么要的？杨星星去年十二月份曾经到泰国打了一场啊 WBC 的青年超四重量级的拳王争夺赛，结果十六回合输给泰国选手啊，也打满了十六回合。这新闻台这个眼睛瞪的哦，真是眼睛了啊。杨星星，我觉得啊，确实展示中国选手这种不屈的这种霸气。对，因为在实力上我可能不如你啊，但是呢，我不示弱。对，我输技术，输比赛，我不能输气势。对，哇，好的。杨星星现在缺的就是，他才二十二岁，二十一岁这么年轻啊，假以时日啊，多打一些比赛。技术更完善之后，我想他会有前途。就是以往我们的水平低啊，一个是我们的起步晚，起步太晚；二一个就是说我们选手有一些职业项目打比赛的机会太少，太少，太少。你看拉开距离之后，这一回合杨星星对就有很大改观了。因为第一回合之后，我觉得杨星星对对方的特点打法啊，应该说可能也有更多了解。哇，这下重了！哇，你看这新王才这个表情啊，对，都这种表情味道就是视自己的对手。我们看星光三前手也很好，嗯，The cut was caused by a punch. The jab.
You got a jab. Right, seconds out. Second out, stay in your corner, stay in your corner. Box. 好，来看第三回合。刚才第二回合当中，艾德希旺拆的一拳之后，杨欣欣的这个左眼眉弓被打开了。对对。我们看休息的时候，这个台裁呢向三位边裁就是基本上的示意，告诉他们就是 big punch， 就是不是头撞的，是打的是好拳啊。我们这次比赛这个判断对手啊，判断这个哪个拳手获胜，很大意义是效果，出现效果。对，这么来看的话，就是说前两个回合都是希望拆完胜，对，完胜。刚才我们看给这个杨欣欣这个回合休回合间休息时指导的，除了熊朝忠的这个菲律宾教练艾伦之外呢，还有澳大利亚非常著名的教练安吉尔，他曾经作为泰森的这个体能教练，所以这个中国这个教练团队也很庞大，很强大。也是一支世界级的团队。对。我想这个比赛啊，英杰，只要杨欣欣能打下，就是十个回合能盯起来，本身就是胜利。对。哦，他这是场十二个回合的。啊，十二回合，十二回合的。对。他这个拳王胶带，这是一个，应该是亚洲区的吧？对 ，All Asian， Asian。对。你看这个刚刚猜的前手拳啊，前手刺拳，他打的都是漂亮，对，又重。所以前手拳在这个拳击比赛当中啊，它的作用非常非常之大啊。你看，都是前手啊，哎，前手，你看还是前手，还是前手，打打就是后手了啊。前手拳啊，在中国武术当中给他取过一个名字叫先锋拳，先锋拳，先锋拳，所以说从这个名字当中大家也可以能够领会到前手拳的这种重要性和它的作用。所以前手拳不是说放在对手眼前来回糊了糊了迷惑对手的，不是那么简单。站这老将啊，确实很有经验。很有铃声一响，拳头啪，你就能感觉到那个劲儿，一下就收住了，收住了，一下就收住了。就是换这种打十几场比赛以里这些选手，可能刚才那拳还得打出去。对。
面，尤其是杨欣欣的重心啊，要再低一点。对，这话是对的。对。另外，他的这个对头部的防护和防守啊，应该说还是要加强。对。对方啊，拳拳都是啊，非常狠。嗯。移动，移动，哎。另外呢，在这比赛当中啊，为什么一直强调赶紧拉开控制？对，拉开控制。对，对方的拳比你重，对，技术比你好，但是对方有一个问题，他比你大了15岁，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一定要考虑到体能战术怎么来安排。对对对对，你一定要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像刚才那个邱耀军那场比赛，嗯，通过移动把对手的火力就给卸了，对，全卸了。那么通过移动，你有自身的呼吸啊、体能的调整。另外呢，通过移动呢，寻找一些合适的反击的进攻机会啊，不和对手形成这种正面碰撞。中国武术当中，特别是太极拳当中讲这化劲，化劲都给你化掉了。嗯。哇，这样上下左右啊。嗯，这个拳，这个落点非常的有计划啊。哇，打得非常的英勇啊，杨欣欣啊，拳击就是给人震撼的。移动，移动啊！我觉得还是避其锋芒啊。对。不让对手打得这么舒服啊！老是在自己合适的进攻的那种距离哈、啊、节奏啊。你看，这是显示出来这老拳王的气势啊！失意，尽管我挨了你两拳，那是无所谓，无所谓，继续来啊！这高清的画面啊，看起来真是极具震撼力，震撼力，哇，汗花四溅，嗯，跟我们玩神秘。40-36，这是打了4-19啊！对，10-9，就是，也就是说，新王钗是完胜，前四个回合都是完胜。防守。我看新王钗啊，你看他的前手啊，太漂亮，真是前手，真是真重啊，又快又重，而且连续用的又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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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合理。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看起来新王钗给人家最深的印象是他的拳头很重，实际他是有技术做，对对对，做保障的，还有很好的技术能够支撑他，能够支持他打出很重的这种很有杀伤力的重拳，他不是蛮力。你看前手，哎呀，就是前手，哎，把这个节奏啊、距离完全控制了。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呢，杨欣欣以后这个前手拳的这种啊运用啊使用技术啊还应该不断的提高。新王钗的拳套的胶布开了，对，需要重新裹一下。 OK, no instruction。 另外从那个杨欣欣的这个身高来讲还是很高的，对，他的更需要对有前手拳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啊做保证。哎，对方这个反击啊，马上啊，哇，真是连续的前手之后，马上就后手，你看节奏，
出来，掌握出来。哇，这拳啊，太重！你看这前手，哇！所以我如果我们现在中国运动员、中国选手啊，这个中国国家队的队员，如果能看到比赛的话，看一看前手拳的作用和重要性。他为自己后续这种技战术的发挥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裁判提醒这个新华赛啊，出现要啊不要过低啊。而且你看肖恩泰这个打法很经济，很经济，很经济，很经济。这已经是打了五回合了，他这个体能消耗不是很大，感觉。他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打比赛，对。现在依然能够保持这么好的状态啊，应该说还是很难得的。所以我想他能够保持这么好的状态，完全是他有充沛的体能和技术做基础。对，啊，哎呦，随着比赛的进行，杨欣欣的这个眉弓口子啊是越开越深了。我们看看杨欣欣这个做护理的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教练安杰啊，他曾经是泰森的体能教练。第六回合。怎么了？裁判示意是不是医务监督哦？啊，医务监督，医务监督上来了。这菲律宾著名的 WBC 的医务监督啊，他要上来，他要看一看，他要看一看，看看他是不是还能继续比赛。对，至少现在来看问题不大。对，嗯，尽管说左眼现在开始有点肿起来了，但由于处理的好，应该说现在还不太影响。对。所以说，在拳击比赛当中啊，一个好的这个帕特曼真是太重要。漂亮，你看，哎，好的，杨欣连续的前手，马上获得后续的这种进攻的机会。是，还需要打前手啊，没前手的话，哎，漂亮，越打越放松啊，杨欣。哎，漂亮，好的，漂亮，漂亮，漂亮，连续放松，哇，哇，我觉得令人刮目相看。嗯，哇。就从这种意志品质啊，应该是这个小伙子也是很有前途的。霸气，这种霸气。前手，哎，实际刚才这么好的这个进攻的机会，都是通过前手来啊赢得创造的。新光三也同样。当然了，这个如果杨欣欣随着比赛进行啊。年轻的这种优势啊，逐渐体现出来。对方体能下降的时候，我想可能他能够打出更多的漂亮的进攻。对，上，又低了，又低了。I gotta take a point off you, okay? 啊 ，one point for low blow。啊，可能讲了。啊，罚点了。One point for low blow。裁判说，我不能不扣你分了。对，罚点了。这个几次出拳过低啊？这个裁决还是对的。我看有时候啊，这个杨欣欣的进攻啊，新光才也很配合的、啊、对对对、哎、很配合。尽管说新光才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这种表情、哎、就是无所谓的表情，但是这也是一种其实前台上的心理战术。对对对，你自己毕竟挨到了，真实是挨到了拳头。对对，
希望在告裁判，他打我也打低了。你看，人都是前手。站！这对裁判有点不满意，哎，他打我打低了，你就不说了。我看这和杨欣欣的这个啊，左眼眉弓啊，这个应该开得很大了。哇，这个慢镜头啊，真是啊，这么大口子，看啊，哇，裁判那个一看那个啊，中国选手啊，这个伤口啊，哎，太大了，看这左眼那个，哎呀，弃权了，这样的话不打了。有点可惜，有点可惜啊！这样的一种方式确实让人感觉到有点可惜。由于伤口啊，这就受伤严重啊，不得不放弃比赛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保护中国选手啊，保护选手，也是保对选手一种保护。当然，这场比赛虽然说很短，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的就是说，杨欣欣同徐文钗之间的这种水平上还是确实差距比较大的差距。继续努力吧，毕竟年轻15岁呢。对，而且今天这几个回合的比赛，让我们看到了杨欣欣的这种实力、这种霸气。对，关键是这种精神劲儿。精神。第一回合被打成那样，居然没有放松，反而我当时看第一回合，英姐，我感觉有点感觉撑不下去了，撑不下三个回合了。对对对。这36岁的老将确实是非常的棒，霸气不减当年呐。嗯。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match has been stopped at the end of round number 6. Our referee stops the contest. He is the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The winner of the WBC All Asia Cup welterweight title, City Mongol Sing Wan Cha.女士们、先生们，经过了6轮的比赛呢，因为我们的选手杨欣欣呢，她的这个眉骨受伤，所以呢是算技术击倒。今天这场比赛获胜者是来自于泰国的斯里蒙古新王叉，他在这里成功卫冕 WBC 次重量级全亚洲杯，让我们掌声祝贺他。同时，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小将杨欣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展示了拳击运动的勇敢和坚持，热烈的掌声送给他。好，现在呢，为新王叉颁奖的是 WBC 亚洲区主席 General。